开始。要跟他讲，男友受不了那味道。谁有味道啊？我最讨厌人家自己有味道还说我有味道了。怎么样？应该不是我吧？我找到了啦！哇，没关系啊，那你先去洗哦。我洗一下。看医生吧，衣服好多。你不用这样讲话了，你要干嘛这么凶啊？不要闹好不好？你不能这样，有味道。你去洗，然后如果你就是我，你回来还有味道的话，我就去买放上。不用，洗完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刚，我猜不出来，我只知道雨萍是火啊。晨曦会是风吗？它应该是水吧，炎修是水啊。晨曦嘞？晨曦是风啊。晨虹地嘛，对啊。你是？我是水。真看不出来，你是？我是地。好啊。那你呢？风。你是风。哦，你是火。好，你要很小心哦，因为你发现如果别人无法判断你的性格的话，就代表你的表演跟别人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就不出色，我都很会演，就是演生气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没办法啦，对对对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你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不是那么突出的话，你去想，我应该要在镜头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那今天的课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18的整体表现似乎还是有待加强，学到了老师教的小撇步，接下来可得好好练习喽。高兴，这性格太着急。太想要表现什么，但是因为他组织力不好，所以呢，常常呢表现出来的东西呢，哦，有点空泛。陈红的话，观察力比较不够，他比较专注在自己身上，哦，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有点太少。晨曦的话，他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了，所以当他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，他不愿意，一遮掩就显现他的缺点，就变成是他的表演很不诚恳。雨萍的话呢，应该要再更勇敢一点，他的肢体算是里面最僵硬的。研修的话呢，算是科班的，当然他表现也是最好的，他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都是最亮眼的。其实乍看之下，我会以为他才是队长。很开心，认真开心，因为很久没有上这种课了。团员有建议说，你不要太爱现，不要太冲，所以我最近也在练习这个。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偶包。经过这堂课，我觉得好像更放开一点了。可能我不太会讲话，所以就很难树立一个很鲜明的个性。有一股冲劲想要干嘛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干嘛。那句话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类似那种。躲一下，快点。躲一下，干嘛？不要拍，不要拍。好，不要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三组团体上完了课程，也学习到了很多的表演技巧，勤加练习一定能有大大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拍，真假的？啊！每一组都会拍广告，认真，真的假的？什么广告？但是能上架的只有一组，是拍必须看哪一个诠释的很好，所以这就是你们上了表演课，我们也要有一个小小的验收，只有被厂商看见的那一个 team 的广告可以上架，其他的我心跳好快哦。上完表演课，当然得验收成果啦。当天团成员们还沉浸在拍广告的期待中，制作单位又悄悄地出现了。上一次在果陀剧场上完课之后，是不是有宣布要拍广告？嗯，对。开心吗？很紧张，期待又带，期待又怕受伤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让你们抽出团队，等下出来抽。安博，我抽吗？好啊，果陀，你去前面唱，毕竟我拳王嘛，对不对？等下抽不好，我们就让安博自己带。沐浴乳，我要抽喽，我要抽喽，抽！一、二、三，洗发乳哎，哎，可是这样我们要露上半身哦。大家要抽，你要抽，我跟你讲，就中间哦。好，好好好，去头去尾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洗面乳。小时之内，你们要想出广告脚本，导演这样想，可以哦。24小时之后，我们就要拍拍，真的假的？明天就要拍一次吗？拍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，3个小时。所以是别听也这样吗？还是找我们？好哦。拍广告之后拍3个小时。对啊。
姐，我没有拍过。我还要再宣布一件事情啊！还有事情哦。上一次焦哥说话课，还有果头剧场的课上完之后，应该有一位，可能他在表演或者在说话上比较有一点不足，有不好的预感。其实就一位而已吗？那这一位成员呢，他没办法参与广告的演出。认真吗？那我直接宣布是谁哦！啊，不想听。好，那我直接宣布是谁哦。好，抱歉，海棠。嗯，对，你明天没办法参加广告的拍摄。好，其实猜到应该是我啦。嗯。那海棠没在生气。好，海棠来到我的编剧。没关系啊，就是大家一起去拍，然后我在后面就是海棠煮茶来，海棠帮别穿穿鞋。在课堂上表现不佳的海棠失去了广告演出的机会，失落的心情全表现在脸上。不然我们先选导演，好，然后让他先有压力一整天。那我们这样子好了，一二三，然后谁当导演就指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。二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四比一，四比一，因为你说我又不是没拍过广告，对啊，你比较经验呐、啊。好啦，这压力24小时哎、欸，好啊，没有啦，我们一起想，好一起想，洗面乳。有，我想到一个，就是去那个我们全部人去挖人那边做那个。匍匐前进，然后一堆泥巴这样。然后用这个洗面膜可以洗得很干净。痘痘可能比较适合那种，就白泡泡，然后就这样这样。我觉得你适合可爱，装可爱那样。好，我会把每个人的特长吧，就是都特色吧，对啊，因为洗面乳感觉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再讨论想一下。开始，我们可以啊，可以找一下范本，是不是？我们找一下范本。呀呀呀！是吧？呀呀哦！啊，那个啦，我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有那种轻的，有没有？你有想法？你有想法啊？你说。非常特别。嗯。一个洗面乳，它可不可以把一个人洗成变成很漂亮？哦。你刚指我是指我却不漂亮，然后就是。我还没有被想，你们刚刚一直笑，我还在想说你是你喜欢他，反正大概你们相信我啦，因为我有大概好，但是我们相信你，但是因为你是陈曼青，但是可以讨论呐，顺序部分。WhatsApp 的进展似乎蛮顺利的哦，在青岛的代理之下，应该会有不错的作品。导演其实好像算难。导演是难，算难，因为他要画那个叫画那个分镜表、分镜图，不然就高兴好了。哪高吗？为什么就直接推给我？你那个历练也比较多一点。你看我现在又说我历练多，也是没有我四年。应该是说我比较不会演。哦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是吗？哦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没有，我是追剧小王子。那他常在追剧，他应该知道一些那个。好，就给他。导演是高兴好高，就高兴了是不是？追剧小王子。好。我们要不要去发廊啊？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洗头发，然后漂漂亮的地方，感觉是发廊。我好像有想到一个不错的剧本，我们就集结起来当编剧，然后你就好好导戏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用恶搞一点。我们如果太认真拍的话，感觉不够专业，应该会被别人觉得说，哎，广告感觉很没半吊子。那有一个主角好了，主角应该是客人对不对？那现在剩下洗头发的跟另外一个客人。你想当什么你就当什么。你们先聊一下哦。你们先聊一下，我先走。你干嘛？你要去哪？反正也不关我事啊。你干嘛这样？好，我们不要拍了，我们不要了。雨萍闹脾气。撂下一句话就走掉的雨萍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？